หลายขั้นใช่ซื้อซังเตาตีที่ซื้อเย่ด้วยป่ะใช่อ๋อที่ซื้อเย่อ๋อผมมันชงตาใครสื่อเนาะตาเต้าอาอะคับบิงสุจูเย่าต้องซื้อม่งหลงชื่อซื่อม่งหลงจูเย่าต้องซื้อที่ไหนก็ซื้ออาคามีสหรุืออาคามิงสุอาคามิงสุซื้อสมชื่อนะสุสึ过去式很好อาคามิงสุก็สู้มันจะมานึงตัวซื้อที่จีเรนเชิงสมสู้是第三人称复数，对，很好。所以是哪个字？所以是他应该是。哪个字？主持是他，打这里，对吧？不过这个打它是代名词，对不对？打是代名词。还有สภา这个字，也是代名词，对吗？打。跟สภาคือ有某些东西是一样的，都是什么？都是什么性？阴性。阴性很好，都是阴性。是复数对不对？对。所以ตาสภา我们应该加什么字比较好？在前面这个句子，有讲到，哪个字是复数吗？是隐性复数。只有讲帕利亚是单数，对不对？但是没有讲到复数。其实我们要看上一段，上一段嘛，就是，不是上一段，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故事，就是有关那个女生她去劝很多女生去一起来修功德，记得吗？那一段，对，所以他这里啊，我们应该加什么字比较好呢？我们加哪里就可以了？那就是哪里有。那那些สภา所有的哪里有女生，她怎么样呢？也请法师。วายปัตตา这个词啊。是什么意思呢？之前有学过了。ปัตตา是到达，对不对？วายะ是什么？是年龄啊，就是怎么讲？可以说成熟了，我们可以这样翻。你看ปัตตา这个字。ปัตตา跟สัพพา是同一个格位对吗？所以วายปัตตา是可以形容哪里有，这样了解吗？这样懂吗？
哪位不懂？有没有？了解。了解哈。好，那它成熟了就是形容，然后呢，接下来要翻什么字？天行法师。卡产地哟。哎，看产地哦，这是什么？什么不这样？打安打不这样，很好。一个去了，安打不这样，阴性的话变化跟什么字一样？那里，很好，跟哪里一样？所以哪里哪里有哪里，对不对？看产地，看产地有。哦，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翻呢？去哪里？巴拉古朗，去巴拉古朗，巴拉是什么意思呢？其他对，很好。其他的，古其拉，他的街，对，其他的街，街亭街族，家族，其他的街家族，坊，你说去其他的家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给人家的意思，这是白话。去其他的家族啊，如果当大家看到巴拉古兰卡产地有这样子的，你就知道这个女生怎么样，她嫁出去了的意思。好，然后呢，心仪，下一个字要翻什么？大声的，哪个字？那个去的后面那个字，那些，你说哪个字？第3行最后面那个字。把它念出来，你不要怕啦，就大家多念呢，不要怕念错。Day 上是吗？哪个字？是吗？Day 上的，你说这个字啊？对，为什么翻这个字？嗯，我们不是说，之前不是说过要翻中间动词，对吗？如果我们找不到中间动词，就翻什么主要动词，主对不要对？动词。所以这里有没有中间动词？没有，没有，那就直接翻主要动词是哪个字呢？啊，他，啊他啊，怎么念？念念看。啊他，那我们什么？哪个字？最后一个字，康明署，啊康明署，康明是哦。对，康明署，什么意思？知道吗？来，去的意思，如果是来的话，是就是前面这里然后。这是过去式啊，已经去了，去了哪里？去哪里？去了村长，去哪是什么意思？家的意思，家。去了家啊，谁的家？爹上耶哇啊，爹上是什么意思呢？爹上是代名词，对不对？翻一下课本，代名词的部分，打字。โสเตตังนังเตเนเตนะเตหิ49页，49页，所以有看到吗？49页，嗯，有第三是第几个位？第4或第6，对，这里应该是四还是六？去了家，第6，六，怎么翻呢？他们的。
他们的家对不对？但是如果这里是形容性代名词的话，我们翻成那些，那我们些这里应该可以翻成什么？那些刹那那那些人们，或者普利萨那也可以。啊，对不起，接在这里。เตสังเยวะ就是เตสังเจียเยวะ可以吗？他就去了，那些人，那些男生的家，可以吗？好，我们再一次翻到这里，那些สภาพ所有。那里有女生，毕业。哦，对不起，这样翻比较好。我要把它成熟了，毕业。卡产地哦，去巴拉古朗其他的家族。那康明署去了，带上那些的，就也哇就去那些的。那些ชนานังหรือปุริสานังเรนเตเคหานิจา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下一个句子，然后五常句是熊啊铁嘎提我想开始，主要动词是哪个字？是"上枯塘"这个字，其实它是打"八折”。好，应该也是最后一个字，对，刚是你。宣布的意思哈。上枯塘它告诉我们什么呢？打"八折呀"，它告诉我们什么？如果后面，比方说，乌里索哈多，这个 O 告诉我们什么？主词是阳性单数，对不对？对。如果哪里哈达。他告诉我们什么？哦，这个主词是阴性单数，对不对？对。那么三库堂呢？中性。很好，中性是昂，对不对？我看到昂，所以主词是中性是哪个字？我们先看。所有的意思哈，啊，เทกะทิวสังอัฏฐะเจเอกะเจทิวสังใช่ไหมอัฏฐะเจเอกะเจทิวสังอัฏฐะนะคะโซเอกะอีอีทิวสังคือเทียนใช่ไหมแล้ววิหาระวิหารังคือจิงเซอร์ธรรมะสวนังธรรมะคือฟอฝาสาวนังสวนะคือสมองคือทิ้งวนฝาจะคือสมถือธรรมะสวนังจะคือ名词จะคือสมปัจจยะยุปัจจยะคือนะปาต้องถือเปลี่ยนเฉิง名词所以在这里应该怎么翻呢？主词是什么字？
主持好像这里面没有，是不是要加？不用解，不用加。对，不用解。Thammasawanang。ธรรมสวนังธรรมสวนังคือจู่ซื้อ แต่ส่วนที่ซื้อจะมาฟันนะเสียชื่อเต้าเสียชื่อเต้าหลวงพี่อันซื้ออีกเช่ตะปัจจยะซื้อกวนเจียนตะปัจจยะซื้อกวนเจียน好，我们来回到我们之前学过很熟悉的例子。这是什么意思？饭由我吃了。饭由我吃了，饭被我吃了，这个就是你的暗示了。佛法有人听了。不是，是这是整个这个字都是主词哦。哦，佛法，佛法听。佛法的听闻，佛法听闻，有人宣布了，宣布了，由谁？有人，有人，所以我们家这边我们家查你呢，有人宣布了。我们还有前面两个字还没有翻，怎么翻呢？那时有一天在精舍里，对，很好。อเทกาทิวสังหน้าก็คือเฮาอยู่เอกาทิวสังอยู่อีเทียนวิหารเลใจจิงเสื้อหลีเมียนธรรมะสวนังฟอฝาเตอทิงเหวินชะเนนะไปเหรินสังกุฏถังเชียนปู้ละถ้าสมัยเสือยูสัวในอีเทียนจะช่วยอยู่เหรินเชียนปู้สัวโอ้จะจินเทียนเพื่อโยเสยไหลคายเสื่อชิงต้าเจียไหลทิ้งฟ้าอ๋อจึงจะก็อีสิเอาเจเสียไหลชินเฮาก็ชินเฮาไหลเสียอีกก็ชื่อจะผมมันขั้นเต้าอินเฮาจะก็ชื่อจังก็ชื่อจะเต้านั้นหลีเจียสู้นะที่สามที่这是 in house 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是 in house 外面呢？知道是的哇。啊，苏德瓦吗？苏德瓦是什么词？的话是动词，中间动过词，去式，中间对不动对？中间词。动词是不是最后一个字？是不是句子的结束？不不是是，啊，哪个字是？主要动词，阿甘民俗吗？很好，阿康明叔，阿康明叔，阿康明叔告诉我们什么？过去是第三人称复数。很好，很好，那是什么字呢？是沙贝比。这配比，对，你是啥？确定吗？确定吗？不确定。不确定。你看旁边两个字，旁边设定吗？一这起。配比，我对，能古东比嘎，古东比嘎。三选一，哪个字是主 A 词？A 你认为是 T 是吗？不是，这是两个古东比嘎。你在吗？古董比嘎是什么意思？记不记得？地主，地主对不对？哦，地主，记得吧？
所以这个词是主词哦，สัพเพสวโยเตนาเชกุตุมพิกาตี้จูมันปีเย่怎么样？然后接下来怎么翻？听了，对，说实话，听了什么？听了，佛法，听闻佛法宣布，不对，听了是就直接开引号了。是佛陀将来，天上天色佛啥陀地是将。什么事？未来是说对说的意思说佛法，陀将来说佛法，没有来哦。佛陀将佛说陀佛法，将要佛陀将要将说佛法。是好，那这个字要怎么翻呢？那个莫龙居士。我们看到引号对不对？我们先翻里面引号里面的意思好了，等下我们再判断用什么字来开引号。ธรรมังโสตสามาติโสตสามะ就是主要动词，是听的意思，是什么事呢？什么？命令是，哎，不对，对，啥未嘛？来是，哎，对，未来是未来是，对，主词是第几人称？什么数呢？第一人称复数。对，那是什么字？我们，对，法律语是什么？我们是，马样，我们，马样，我们怎么样？我们将去听法，将听法，将听法。我们将听法，所以开引号的字应该用什么？说啊。哎，不对，说是你认为是说啊，他跟谁说话？想，这样比较好，所以我们想，加金德的话，这样了，我们将听。佛法啊，好，接下来先行法师，这个字要翻什么？翻主要动词，对，很好。啊，甘平所去了，何明叔去了，去了哪里？去了维哈拉。金色，景色。然后跟帕利亚，哎，跟妻子，跟妻子们，对不对？跟这妻是复子，数，对不对？对，那听跟第三个格位的名词在一起，帕利亚希，对吗？第三个格位。第三个格位，所以怎么翻呢？跟妻子们怎么样一起去，一起去金色，对不对对，？OK，好，在这里你整段再一次翻，慢慢来哈。阿铁嘎提瓦桑，那个时候有一天，毗哈勒在金色里面，他玛索囊佛法的。佛法的听闻，ท่านเนนะไปเหรินสังพุทธัง宣布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哦，对，
สัพเพสัวโยเตนาเซียกุตุมพิกาตี้จูมันปิเยสุตวาทิงเต้าเลยสัทธาฟอโถเทเซสเทเศษสาติเจียงชัวธรรมังฝาอินเตตวาเสียงเลยมะยังวอเมินโสดสามะเจียงทิงธรรมังฝอฝาตัดทิ้งภริยาหิเกินชีจืมันอาคมิงสุอิชีอาคมิงสุชื่อชื่อไหนดีวิหารังจริงเสอร์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我们往下看第五页哈เตสังไคสึ我必须跟大家讲意思哈วิหารมัชฌังมัชฌังมัชฌาคือจงเจียนฮะปวิฏฐะคเนปวิฏฐะคือจินชื่อตัวอิสุจินชื่อจะคือสมปัจจยะตักปัจจยะวัดสังวัดสะ我们之前有学过可以翻成年或者雨对不对อุทธะหิคือเสียตัวอิสุ然后呢，กุลูปกา是接近接足的，这是形容词哦，接近接足的。亚弟是亲戚的意思。这里大家要看一下啊，这个要有空格，然后写接另外一个哇。这个不是连在一起啊，亚底跟萨玛尼拉他有要分开，然后我们加哇在中间，然后呢，把这个哇删掉，然后巴里维纳尼是僧寮的意思，僧团的寮房啊，僧寮。然后，ตาถารูปานัง就是如此形式。นัตถิ这里是没有的意思。กัตถจิ这是有打他在里面，跟地方有关系，กัตถจิ就是任何地方的意思。然后อวิสหันตา是不能的意思。然后อัตถังสุ是赞。然后都知道意思了哈，来，哦，对不起，把这个嘎塔吉的中间这个逗号删掉啊，这个字删掉。好，都知道意思了，来，心仪对吧？心仪看，句子是从爹想到哪里？把瓦西，瓦迪克尼吗？你说这个字吗？你说这个字吗？是吧？第三个字，一二三。你说这个字吗？
进去吧。进去。保卫塔这个字吗？保卫塔。哦。不是，我必须问你，是不是不是哦？不是。对，那个哪个字是主要动词呢？下乌塔，嗯，乌塔希，对，乌塔希，乌塔希，乌塔希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什么事？乌是现在吗？不对，这个要小心了，特别小心。命令，命令是，如果是命令是的话，主词是什么字？如果不是你们呢？是你。如果是 he 的话，主词是你，对不对？但是你们要小心啊，你的王只能在引号里面，对不对？是。但是在这里，他在引号里面吗？引号外面，引号外面过去式，哎、啊，很好，是过去式。对，等一下，君豪，等一下，我去问你。有。先问君怡，所以乌塔希是什么是君怡？过去。嗯、啊，对，把一变成一，对不对？所以主词是第三人主持第三，第三人称，单数是复数，单数很好，什么字呢？主持，悲伤，悲伤是主持吗？哦。悲伤，我们刚刚查表，不是说是第四或者第六的格位吗？对不对？对。所以四跟六可以当主词吗？不能。不能。所以主词应该是什么字？武昌居士来帮忙一下好吗？武昌居士认为主词是哪个字？主词是瓦桑。很好，瓦桑。是中性哦。雨怎么样？乌塔希下了。好，但是在这里，我去暗示一下、哦、要一起翻，而且我们有学过了，学过了这个翻译的方法。Khana 是什么意思呢？刹那，对不对？武昌居士有印象吗？这个答。在前面怎么翻？进入的时候，我们如果打巴扎亚跟时间跟可能或者嘎拉嘎勒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翻？要找第六个格位的名词，记不记得？哦，对。在从这里来，在谁进去什么地方？维哈拉玛昌，金色中间，维哈拉玛昌，对，金色中间，谁进去金色中间？那些人，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些人古东比嘎，对不对？对吗？所以这里接什么字？古东比什么？古东比 K 第几个位？第古东比第三。第几个位？
ตรงพี่ลิ่วนังกูตรงพิกานังตาตังกูลิสานังด้วยกูตรงพิกานังน่าแจ้งสมฟันเนอะใจใจฉงสลีหลายเอเตสังกูตรงพิกานังใจน่าเชียตี้จูเมินปาวิทธะสิ้นชื่อละวิหารมัชฌังทิงเซอร์จงจินเตคะเนอุชานะตั้งแล้วเจมาเดี๋ยวเจ了解哈，那其他同学了解吗？了解，了解。其实这个我们有学过了啊。好，接下来，耶桑，这里，到君豪对不对？君豪来，君豪，轮到你了。我们看在这里句子从耶桑到哪里呢？有三个好微心术太远了太远了那就阿卡希阿卡希在哪里那个第一前面那个阿卡希阿提阿提，好，阿提这个字是阿萨，是跟你们有印象吗？阿萨没印象，没有印象对不对？没有印象的话，你们有讲义对不对？很久以前我们的讲义好像是第二课吧，讲义要讲第二课，翻一下。有看到吗？有第二课第四页。第二课第四页有看到哦。阿提，阿提可以告诉我们什么？第三人称单数，阿子加阿加提，单数或者复数都可以，对吧？对，是，对，所以，在这里有是什么字呢？这个龙屁可能要解释一下。好，我们先看这个，龙屁画这个黄色的部分是形容词，形容什么字呢？形容，形容这个字。形容这个字，好，我们看哦，当，当，这个古鲁巴嘎接近接主的两个哇或当亲戚的萨玛尼拉是什么意思呢？沙弥的。沙弥等等，这是有阿提字在里面哦。等等啊，等等后面我需要加一个统称的名词，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加巴帕西达，巴帕西达是什么意思呢？出家人。可以吗？有阿提有，然后呢？耶桑这里呀、啊，我们翻成第六个格位，我们翻成刹那囊，我们接刹那囊，
那些人的当接近接触的或当亲戚的沙弥等等出家人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谁有熟悉的或者当亲戚的沙弥的话，这些出家人的话，这样听懂吗？如果再翻更白好了，就是谁认识这些沙弥，就是熟悉的或者当亲戚的沙弥等等出家人的话，这样听懂吗？听不懂吗？懂，但是懂，就是他们有亲戚当沙弥的出家人，去接近他们。对对对，如果谁就是谁有的话，这里有耶赏哈，耶赏。那些人的接古鲁巴嘎接近的连格瓦或当亲戚的萨玛尼拉他有沙弥等等巴帕西塔出家人阿提有，我们看一下阿提有字，阿提有字是来自阿提字，为什么变成阿提有？阿提是等等，对不对？为什么变成阿提有？安俊豪，阿提有长相，有上去是有印象吗？为什么阿提变成阿提有？有印象吗？我上去是有印象吗？有印象。是，它是阳性复数。很好。这话跟什么这一样？摩尼。摩尼。没有啊，阿提阿他有，可以吗？可以。好，然后你们看一下，这里有耶桑，这里有爹，有爹桑。是什么句？雅卡句。对，句很好。好，来，梦龙居士怎么翻呢？哪些？那些人，我们接什么字？加，就是加，什么？加哪？对，得什么？那些人他就怎么样？进去疗房。进去疗房，悲伤呢？进去那些出家，对，很好很好。出家人的疗房，所以我们这里加什么？把啊打嗯啊，悲伤啊，那些人把微信数进去了。เตสังปัพพตานังเอาตัวสิปัพพชิตานังเสียช่วงปัพพชิตานัง那些出家人的ปริเวนานิ生了这个ปริเวนานิ是中性复数哦这是第二个位可以吗就是下雨的时候啊，如果谁有认识熟悉的
沙弥或者有当心气的沙弥的话，他们就可以进去那些出家人的疗房，因为熟悉嘛，这样懂吗？懂、哦。好、哦，我们下一个句子，先请法师来。这里哪个字是主要动词？主要动词阿唐属。很好，阿唐属。阿唐属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第三人称复数。嗯，是什么事？这个过去式。好，所以主词应该是什么字？爹，对不对？但是所谓的爹指的是谁呢？我们来看，我们先看哪个字是中间动词？那提巴呀？嗯，中间动词啊、哦？中间，八位行数。八位是东，就记得如果是东把这压的话，我们要先翻后面的动词，再来翻东，对吗？对，在这里我们先翻啊，维萨罕达，啊，维萨罕达是什么把这压？打把这压，啊，安打把这压，对，安打把这压，为什么这里是安打？为什么不是安多？因为主词是复数，复数，所以安达如果是阳性变化跟什么字一样，普利萨一样，普利索、普利萨、安多、安达，这样了解吗？好，不能怎么样？不能进。进去，啊，进去什么地方？卡，卡塔吉，卡塔吉，卡塔吉是任何地方，任何地方，不能进去任何地方，可以吗 ？OK， 嗯，好，然后呢，在这里有一点点难。哒哒哒哒哒呀，的话这里哦，我们要翻成因为，然后翻译的方法就跟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看那看那字一样。等一下我们要翻回来翻成状态啊。因为你们看呢、啊，因为然后找第六个位的名词啊，因为如此形式的把帕奇达能因为如此形式的出家人，那体没有的状态，这样可以吗？再一次啊、哦，慢慢来。因为来自这个达雅巴扎雅哈，达，因为达塔鲁巴能。如此形式的把帕西达囊这些解释出家人那体没有的打压状态可以吗？这些话是可以吗？啊，这些话是可以吗？嗯，可以哦。好，然后接下来要翻什么字呢？心里还有两个字还没有翻。
อวสิอัตถังสุ什么意思站站站在哪里站在金色花金色中间金色这个เอวะสจิว然后就所以他们就站在金色的中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他人他们都进去他们熟悉的出家人的疗房但是因为这些地主啊他们没有认识的出家人所以他们只好怎么样呢站在金色的中间没有地方可以躲雨的意思这样大家了解哈所以地这里刚才我们接什么字呢古董皮嘎对不对地主们好我们再一次翻哦慢慢来慢慢来好来在เตสังกุตุมภิกานังนาเสียตี้จูปวิทธะจิ้นชื่อวิหารมัชชังจิงเสอจงเจียนคเนเตชานาวัดสังอยู่อุทธิเสียเลยเยสังชนานังนาเซียเหรินเตกุลูปกาเจียจินเตเลียงกวาหัวยาตีตังชินชีเตนี่ฉางอินนะสามาเนลาทะโยสามีเติมเติงปัพพชิตาชูเจียเหรินอัติโยเตปัพพชิตา那些出家人对不起เต ปุตุม对不起เต ชนา那些人ปะวิสิงสุ จิ้นชื่อ了เต สัง ปัพพชิตา นัง 那些出家人 的 ปะลิ เวนา นิ生了เต เต ปุตุมภิกา对不起ปะนะเคอซื่อเตกุตุมพิกาหน้าเสียตี้จูมันอวิสหันตาปู้หนึ่งปาวิสิตุงจิ้นชื่อกัตถจิเรื่องเหอที่ฟัง这里อายะอินเว่ยอินเว่ยตายะ这里ตายะอินเว่ยตถาลูปานังปัพพชิตานัง如此形式的出家人那体没有的状态阿唐素站了เอวะ就阿唐素站了วิหารมัชเช在金色的中间这样可以吗如果我们之前教那个中间动词那个吞那个字啊他之前说要放在主要动词后面再翻译不一定要放在动词的前面但是不一定要主要动词中间动词也可以 OK 好所以在这里不一定要主要动词要水果处理好了吗中间动词也可以好这不觉得不好心里你还没有关麦克风吗心里你刚才还没有关麦克风啊 OK 好这一段呢从阿塔开始阿塔
刚才到谁了？先理好了哈，这是来补偿句式哈。这个句子是到哪里啊？他到哪里？到最后，到最后，最后这里嘛，哎，不对哦，仔细看，有几个引号，有两组引号，对，所以，哦，前面那一组，前面。对，到这里啊、哦。好，我们看哪个字是主要动词呢？啊哈！很好，非常好。啊哈，说谁是主词？这塔卡库东比狗。很好，切特嘎库杜比狗啊，最年长的地主。好，怎么翻呢？อาทเนเชทกะกุตุมพิโกอาหะ那时，最对，年长的地主说了，他们，说了他们是什么意思？跟他们说，对。但是，所以呢，接什么字呢？那家不同 BK。很好，果冻皮给。第二个为复数哦。啊，他那个时候，切塔嘎果冻皮狗。最年长的地主，啊哈，เนกุตุมพิเกอาฮะเกินหน้าเชียที่จูมันชัวร์ละสมัยนะชินเฮา有。ชินเฮาไรชินเฮา里面的第一个句子是从哪里到哪里？ภาษาธรรมกุปาการน้ำฟังคือได้ไหม主要动词是哪个？ภาษาธรรนั่นเอาภาษาธรรมภาษาธรรมก็คือมันสมองมก็คือมาเยี่ยม应该是什么事？应该是过去式。过去式，怎么可以当过去式呢？不是，是未来式，未来式第二人称复数。看起来好像是未来式的萨斯塔，对不对？但是其实是。啊，它是来自巴萨加塔，就是这个塔是从哪里来？是命是啊，命令是，呈现是。命令没是，事，主持是什么字呢？主持是第二人称复数，怎么？东黑，很好，东西怎么翻？一般啊，这个就是异变，异变，知道异变吗？异变就是奇怪的意思，就是不正常、奇很怪的意思。你们，请你们，请从哪里来？从这个命令是他。请你们，看，请你们看，一遍我们，安排刚刚是什么意思？安哈干是。
好，翻一下安排字。该你怎么样是第几页？第51页。对，所以安哈刚是第几个位？4或6。所以你认为是四还是六呢？四吧。四吧。看，为我们一拼。为什么？你翻成什么？为金融，为我们什么？金融一变。听得懂吗？不懂。对呀、啊，听不懂就不对了。我们的异变。嗯，对。异变的我们。我们的异变不是异变的我们，我们的异变。就是请你们看我们的奇怪，就是我们的就是不正常的。嗯，了解吗？了解。下一句梦龙句式。这里有这里是特殊句子啊、哦，大家看一下，这是有当句。有当翻成是适当的意思。之前我们有学过瓦特底了吗？好像有学过、啊。是有当句哈，我们怎么翻呢？第一个，我们要翻有当句，第一个要翻第三个格位的名词。第三个格位的名词，第二个翻动不这样，但是不要翻成位了，直接翻动词的意思就可以。然后再来，翻前面好了，就是其他的字，翻好了，再回来翻又当，翻成适当的。所以这样怎么翻呢？我们看，我们先找第三个格位的名词是哪个字？三格位。布拉布德希是年轻人。布拉布德希，年轻人们。那么所谓的布拉布德希，年轻人们。然后翻动对不对？拉起动。future etakena etaka 是大概的意思。我们加 karanena， 这个要记得 karanena。 因为大概的事情，因为大概的原因也可以，就是因为大概的原因，有当是适当的，这样听懂吗？梦龙居士听懂吗？所谓的年轻人，因会大概是不是所谓的年轻人啊，你可以这样翻，对，你也可以这样翻，所谓的年轻人大概，因为大概的原因，大概的事情，然后怎么样，拉起东羞耻有当是适当的，这样了解吗？
五三居士了解吗？不是很懂。那你了解这个格式吗？就是顺序哈、哦，第一个要先翻第三的格位的名词，这个对不对？年轻人，我们就把它当做主词了，可以吗？这是特殊句子哦。年轻人，所谓的年轻人，然后呢，我们可以先翻东，拉起东，羞耻，羞耻，เอตเกนะกาลเนนะ因为大概的原因，ยุตตังซื่อซื่อตังเ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很丢脸呢、啊，就是其他人他们都有地方可以躲雨，但是只有他们怎么样呢？要在这个金色里面啊，身体都是湿的，都没有地方可以躲雨，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让他羞耻的事情。这样了解吗？了解。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ยุตตัง句的时候，就是这样反，就是按照这样子的顺序哈、哦。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句子，天行法师，我们看到引号，这个引号应该是谁说的呢？古图皮卡说。很好，诶，古东皮卡，然后动词呢？我们看到看到问号，用什么字比较恰当？不起。但是不起是主词是单数哦，但是现在主词是复数，所以用什么字？我请手是过去式哈。แต่กุตุมพิการน่าเสียที่จูมันบทชิงสู่ว่อนเลยว่อนเลยสมมตินะกะโรมะกะโรมาชื่อจูสือชื่ออะยังไม่ยังมาอย่างหอมมาอย่างแล้วจั่วเหรอเดีจ๋ยูวแช่จั่วไอสือยาคือสมมติสื่ออายไอะคือจูเรนใช่ไหมจูเรนจูเลนจูเรนแล้วนะปานะจื่อหยูจื่อวอมันว่ามันจั่วสมอด้วยวอมันจั่วสมอ就是如果翻成白话是那么主人呢我们应该要做什么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对，师傅前面那个年轻人是指那些地主是吧？对，没错没错。好，我们看这里，再一次哦，我们可以再一次复习。他那个时候，切他嘎咕咚皮哥，最年长的地主，呢咕咚皮给啊哈，跟那些地主们说了，东黑，请你们把斯塔看。อัมหากังวอมันเตวิปปการังอีเปียนนามะปุระปุตเตหิโสเวตเนียนชิงเหรินมันเอตเกนะกาลเนนะอินเว่ยต้าไกเตหยวนอินรัชิตุงซิวฉือยุตตังซื่อตั้งเตเตปุตุมพิกาหน้าเสียตี้จูมันปุตชิงสุวันเลยอายะจูเรนมะยังวอมันตุ๊บสิจื้อหยูปะนะจื้อหยูมะยังวอมันกะโลมะจั่วกิงสมอเอาเสียอีต้น所以我请教一下，那个前面那个阿含嘎，我们的那个"我们"，它是指谁？
กัมหากัมจือแต่就是切塔嘎古东皮哥跟这个就是所有的地主就对了。包括他自己最年长的在内。对，因为大家都没有地方可以躲雨啊。哦，所以他指的是那些没得躲雨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对，因为其他的他们都有熟悉的出家人，对不对？可以进去他们的寮房躲雨啊。嗯可以哈。好，我们往下看。下一段。这一段是无常居士吗？哎，心理，心理应该是谁说的？这一段话，等一下，刚才是谁说话？刚才是哎，古东皮嘎，对不对？那些地主们说话，他问谁呢？问主人，对呀，它的主人是谁？更年长的师傅对，吗？很好。所以这里接手，切嘎嘎，古东皮狗，那个最年长的地主他怎么样？动词。好，啊，说了，好，无上就是来，他说了什么呢？我们看引号里面呢，这里主要动词是哪个字？从没样，具体是到哪里？伽罗马。不对哦，太远了。帕塔。巴达这里，巴达是什么？巴扎亚，他把这样，达巴扎亚哈，为什么是巴达？因为玛雅是什么？是复数的，嗯，对不对？对，对，所以是巴达。达巴扎亚可以当主要动词，到达了的意思。然后我们来看看一下意思。วิสาสิกะคือโสซีหรืออิสุฐานะที่ฟังคือที่ฟังแต่อิสุน่าจะยังสมฟันอาภาเวนะคือสมอคือเขียนฟันเสียงอินเว่ยสมอแต่ไม่อยู่อินเสียงไหมอินเว่ยของเอนะไหลเอาจะมาฟันนะ因为没有熟悉的地方，我们到达这个变异的样子。如果我们按照文法来翻的话，这样翻，玛雅我们巴达到达了，比巴嘎朗异变。这一芒维巴嘎朗这个异变，因为诶呢啊，因为维萨西嘎塔那萨熟悉的地方的从萨萨这里，阿帕维呢没有，这样听懂吗？意思就是他我们觉得这我们很奇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熟悉的地方就对了，这是白话，这样了解吗？了解。OK，好，下一句呢？君豪，来，君豪，是。句子从สัพเพ到กะโลมะ，กะโลมะ是第几个？是什么事呢？阿罗马是过去式吗？啊，กะโลมะ是过去式吗？
怎么可以当过去式呢？主日过去式有个啊，妈是命令式或现在式的第一人称复数。对，所以你认为应该是什么式？现在式还是命令式？应该是命令式吧。对，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他不是问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对不对？是。所以主人，最年长的地主就说什么？说命令式。他说了什么？桑哈利多瓦是收集。他那是财务。巴利维南就是僧寮，对不对？好，我们怎么翻呢？对不起，这里对不起，这里不是命令式，因为它包括自己，所以应该是现在式比较好，就直接翻吧。我们收集一切财物。等一下，谁知道这两个字哪里错误？它本是阳性复数，对，它能是中性，对，所以它本可以形容它能吗？不行，所以它本是形容谁？僧寮啊，不对，这一点谁答对，我要加100分。所有的人吗？不是所有的人。动脑一下。所有的。刚才是谁说？十篇我们呢？十篇巴利语呢？十篇什么？所有的我们的财务。十篇玛雅。很好，十篇玛雅。为什么？因为玛雅是第一个格位复数，对不对？是主词啊，就是第一人称复数啊。Suppe 是阳性，第一个格位复数，所以 Suppe 可以形容么样？了解吗？了解。所有的我们怎么样？所有的我们的财务收集。收集了财务。收集了财务。然后呢？拿去深聊。格罗马是什么意思？做什么？做深聊。做深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收集一下财务啊，然后我们再做深聊。这是谁的意见呢？就是最年长的地主。可以吗？好，我们。再一次看那个复习一下这一段哦。所切扎嘎古东比哥那个最年长的地主阿哈说了，我们巴达到达了维巴嘎朗伊变，伊芒这个维巴嘎朗伊变，也那这里因为维萨西嘎塔那萨。熟悉的地方阿帕维纳没有。萨佩所有的玛雅我们桑哈利多瓦收集了他能财物。格罗玛而做巴利维纳生了。好，我们往下看。
从啥图开始哈？好，莫龙居士来。在这里啊，在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要不是同一个句子了，要分开，我们加一个逗点好了。所以在这里只有出现引号洒脱哎呀，没有主词也没有动词，要自己加。所以加什么字比较好呢？主词是地主们，然后动词是说是啊，爱行素，哎。เอกุตุมพิกาที่จูมันสูสอาเออาดูนะอาหังสุชัวร์เลยสาธุไอยาติ是什么意思站在主人ไอยา这里是ไอยา哦对不对ไอยา加一ติ好的如果其实啊你可以看像在佛陀时代，其实洒脱不只是善哉的意思，它也有好的意思。就是说，你认同他讲的话，你可以讲洒脱，就是好的意思。所以洒脱哎呀，又是什么？好的主人的意思。好，下一句，先请法师来。主持是什么字？主持是杰特，杰特哥，杰特哥。然后主要动词是阿塔西，阿塔西是什么字呢？阿塔西，这个过去式给了、啊，对，给了什么？给了萨哈桑这个大概一些。萨哈桑是什么意思？一些，嗯。不用加大概，为什么？因为99以上就是名，本来就是名词，对不对？对。所以不用加大概了。什么时候才会加大概？就是有名词在它的后面，才怎么样呢？才翻成大概。但是如果它单独出来的，或者它在名词的后面，这样不要加大概。สหัสสังจะหลีจือแต่ชื่อสมองอีเชียนอีเชียนสมองอีเชียนขาหนึ่งคือเชียน有我们有上过如果可以出现数字没有จือ的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钱对，很好，钱，钱，他就切特哥，切特哥，我们切特哥，你看这个表示什么？它是形容词，我们就接什么？古东皮狗。最年长的地主啊，他是给了3,000元，因为他们要盖疗房，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先收集钱，好，下一句，这里来，谁啥是剩余的？来是谁啥啊？好，谁啥，加什么字呢？这里你看，这里没有动词，对不对？没有的话怎么办？加。加什么字？不知道我们就加，看前面的句子，模仿它。这里是阿塔西，对不对？我们就加什么字？啊，汤素。为什么加汤素？因为谁啥这里是复数，谁啥加什么呢？谁啥古东皮嘎，
剩余的其他剩余的什么？剩余的地主们，唐叔给了班扎斯达尼，这是什么意思？班扎斯达尼。班扎是多少？五斯达尼呢？สตาร์ทซื้อไปไปปัญจากสตาร์นี้ซื้อตัวสองไปจะเกิดอูไปคือสมัยสื่ออูไปคือสมัยสื่อนะก็คืออีกเรนอูไปคือ意思จังท่าเจ了解吗其他剩下的剩余的地主们ทางสุเกเลปัญจากสตานิอีกเรนอูไปอีกเกิดอูไป好然后补上去是来ทิทิโย然后这里อัฏฐะซึอิปันไตยานิจริซึลายซึตติยะซึติสันเนาะอัฏฐะไตยานิคือสมัยสื่อนะเดี๋ยวพันโฮเมียนเจ้ากระจือคือสมสตานิสุอิปายเนาะเราเมื่อย่อขั้นเจ้ากระสู้ชื่อแต่เสียวอ่ะเราเมื่อเขียนเจ้ายังเจ้าสื่อซันเจ้าสื่อปายเจ้าสื่อซันปายแล้วเนื้อเขียนเมียนสื่ออีปันเสยแต่อีปันนะสตานิแต่อีปันแล้วเราเจ้าป่าเจ้าเหลี่ยงกระสู้ชื่อเจียฉีหลายจังทิ้งตรงไหมเฮ้ยเจ้าหล复ี่杂了，ฮะ有点复杂。有一点复杂，对，对不起，这样你必须再一次讲。ไตยานิสตานิ是什么？三百，这样了解吗？了解。三百，然后呢？อัฏฐะ是一半，什么东西的一半？สตานิ的一半是多少？50。我们再把这个三百减50，等于250。可以吗？可以。可以。所以这样怎么翻呢？ETO 我们接什么字？动词。阿当叔。对啊，常数。ETO 女生们是谁？就是那些人的。妻子哈，伊提欧女生们啊，汤叔给了，怎么样？一个人，250，这样了解吗？男的的话是给一个人500，但是如果是女的的话，他们一个给250的意思，了解吗？OK，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到这里哦，等一下。哎，，OK，然后我们一起诵念赞扬三宝哈。